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超大的豪宅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豪宅呢，只能透过等一下，这个姿势，这个姿势怎样？他居然在玩他的枪枪啊！不，别闹了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豪宅呢，只能透过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我觉得他设计的不太好，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车道，让车子可以开上来的。好 ，Anyway。从这个角度看就很丑，好不好？OK， 我本来想说把那个枪拿出来，这样子我看东西又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模组太大了，实在是大到说他的手没办法自由的把他的枪掏出来，真的很丑哎！不要再玩枪枪，赶快把枪拿出来！什么？那我们进来，大门一进来呢，就有一个小花园啊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楼梯。先看左边的好了。左边的，一进来就有钢管哦，还有一堆沙发，沙发就是哦，这是私人会所吧？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日算金牌的唱片。然后还有小型的吧台，这是放音乐的这个什么演唱机吗？啊 ，OK。然后这个吧台应该是可以进去啦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哦，他们这边的酒还蛮多的哦，饮料吧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讲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有，他实际上是有人物啊，但是没有出来。现在蛮吃我机体的，这边好像也有人在这里，隐形的吗 ？OK， 这个哇，这个 view 真的不错哦，你看外面的山啊、海啊、大楼，直接踩过去了，踩脏我的沙发。我们爬过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道门后面是什么？算仓库啊？哟，错哦，这边是哦，对。酒类的库存啊，食材区在这里啊。哦，这个好华丽的门是干嘛的 啊？算了，我们先走后面。这是厨房啊，厨房没有东西啊。这道门出来，哦，直接到中庭是吗？我们先看一下，哦，跟迷宫一样啊，设计的好像不是很好。哦，这是算厕所吧？后面还有洗衣机、烘干机啊。OK， 这是马桶，马桶放在这个地方有点窄，配合一下这个手玩枪枪的姿势啊！哎，别闹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后面的中间有一个中庭啊，不嘛，我觉得那树可以再大一点。后面还有个小型的走道，哦，这是到哪边？餐桌哎，哇，可以坐几个人啊？十个，哦，好大个餐桌啊，可以过去吗？看起来是不行啊，不过。我以为是可以过去的，要从这边过去才对啊。哦，这个是圆桌，可以看到整张洛圣都的地图啊，开会的地方是吧？然后这边是讨论区啊，墙上还有贴了一堆这个嫌犯的位置，还有这个 server， 还不错啊，欸，玻璃应该是防弹的吧？看一下这边可以到哪边啊？黑色是什么？黑色居然会打开，欸，
离开它又收起来，这应该是 A 盒子吗？还是什么？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它是电梯的门啊，这里是不是未来要坐电梯啊？可以直接传上去的啊？这样关起来了。哦，打开的话，在这个沙发里面会有比较隐私的空间哦。我看一下，现在右边的这边呢，回到中庭了。OK，这扇门是到哪边的啊？哦，这边是中控室啊，有监控摄影的装备，还有这个枪类啊。啊！警卫从这边冲出去，应该是还不错。哎呦，小型电影院呢？哇，这里可以看上，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山上优雅，还是玉城麻衣呀、啊？哦，这边是讨论区啊，这边看一下夕阳，可以看到远方的山，还有慢慢的。一点点的淡淡的雾啊，那个桌子不见了。哦，是哦，那个这是我的大型办公室，后面就是那个瞭望台啊，是不是超赞？可以坐在这边。桌上还有一大堆的钱，啊，陷下去了，是设计不良是吧？这扇门是到哪边去了？哦，掉下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差一点摔死啊！这一格血，哦，它是用荧幕的那个看板。当做那个算是地板嘛，对啊，我先上去一下。哎，这是屋顶吗？算我直接到，哎，这是到哪边？我从一楼啊，一楼上去啊，楼梯直接到二楼啊。Look, just keep away, okay? 哎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怎么会出现在我房子里面？哦，我的衣橱里面居然长这样啊！然后重点是我可以这样子，我可以有点像那种变态偷窥狂，有没有？我衣服挂在上面，OK，这样子偷看，偷看他们在干嘛？这样，吹粉怪怪的。那出去一下好了。哇，我的阳台啊，阳台就有些可以这样躺在上面的，可以看到整个洛圣都啊。一大清早这样子玩不太好吧？我把这个时间调亮一点啊，它实际上是长这样啊，你看到好远啊，对不对？Stay away from me and we're cool. 另外一层呢？等一下，这边是干嘛的？哦，它后面就是类似像浴室啊，就是马桶嘛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上来瞧瞧。你这个床铺。有点像路冲啊，一上来就是床，然后床是靠这个大马路的，好像不太好。OK，我们一上来到这个顶楼这边有一个篮球场，这个球可以丢吗？不然啊，走过去了，不然我捡一下。嗯，这个是桌游啊，就是打那个什么类似，anyway，这是小型的乒乓球桌吧。
好可怕啊，这个玻璃居然不会破啊。很怕听到那个玻璃破掉的声音啊。哇，这是露天的。然后旁边有电视机，这样子电视机会不会坏掉啊？下雨天的话。喂，哦，哇塞，这个游泳池下面居然还是长这样啊。是怎样？是边游泳可以边看到电视机的画面是吗？设计，这设计怪怪的。所以如果要看沾上优雅，要潜下来看就对了。不合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上去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油下来不太好上去了，我来，来把我自己抓上去了。OK， 我们进来了，然后黑黑的啊，对啦，这个是电梯啦，他没有做那个升降的。我觉得他未来，欸，我的手枪出来了，太好了，不要再玩枪枪了。OK， 我们这边是这个是泡脚的嘛，对，我们设计一下这个玻璃会破，子弹会贯穿，但不会破，还好，好加载。泡一下脚，动球就放在这边，其他就没有。那边还有地毯，哇 ，DJ 室哎、欸！我看照片这边是很多人在跳舞啊，我在想是不是模组太大，然后东西没有出来。这边有一张床。我刚刚看到那个门是两扇门的。OK， 我直接通到这边。我的这算是另外一个衣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些首饰、手表，叫这什么？一些配件。嗯，这是浴室啊，浴室居然没有门啊。洗澡都被人家 看到嘛，对，这是应该是马桶嘛，浴缸 OK， 看起来是这样子啊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花瓶，不是花瓶，可以看到中庭的树。OK， 这边有来过了，这是电视机跟沙发，哎，那些人不见了。应该逛完了吧？再看一下。欸，刚才沙发变成是什么？花盆吗？不对，沙发在下面，花盆在中间。跟迷宫一样，我都要迷路了。啊，差不多介绍到这边了。先看一下这里，另外一张床。你看这门，这门好烂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上来的、啊？刚才没有人啊。啊，这里不能过去的吧？漂亮的水啊！人不见了，我去哪里了？刚才还在啊！啊，站在这边做个 ending 吧，吧，看一下。不是很帅气啊。